我问你，警察是什么？警察是一份事业，它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警察的。你们顾不上照顾我，我也长大了。可是如果你们连自己的性命都顾不好，还怎么保护别人？可警察的工作总需要人做，需要人做，我们家有一个还不够吗？ 亲眼看着自己的战友兄弟牺牲，比死还难受。你回去给我想清楚，想清楚作为一个警察究竟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，然后再来谈一谈理想和抱负。我是警察，不是你的员工。警察也该听听你老子的。我已经为我当年的冲动付出代价，总比有些人十多年来问个不问好吧。 什么警察呀？抓不到那个骗子，就是你们无脑。做警察是你的选择，做好警察是你的本分。 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对得起头顶上这枚光辉。火灾的时候，刘建官救了我们整个单元的人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帮。咱都是警察家属，连咱都不支持他们的工作，他们靠什么力量支撑啊？我这没事，一定要站好最后一排岗。 这东周的治安呐，我们每一个东周人呐，都对东周的平安建设要贡献自己的力量。警察就应该这样，护一方百姓，保一方安宁。